咱那么不懂事啊，快放这儿，快放这儿！妈，我也没说啥呀，快去端菜去，别把我儿子饿着了。啊！你，肉摆的，生怕别人看不到，也不知道这儿媳妇咋做饭的，这笨蛋都放他碗里得了。老杨，开饭了！来了，妈咪，你给你家宝宝做啥好吃的？儿子，妈心疼你，今天你吃这个。这么整是吧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是我亲妈吗？你看，凭啥他有蛋我没有啊？我不是，我吃。啥不擦屁股？这是给我露了一手啊！儿子，你不爱吃肉算了，妈再给你做个海鲜去。行，快去快回啊！婆婆的脸六月的甜，咱可真是猜不透。好像懂了，这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啥情况？一天三顿饭不能没有葫芦蛋，我妈就会忽悠我，还说要整海鲜，我看她能端个啥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婆婆每回都能拿捏住老杨。妈真香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们再怎么玩套路，也阻止不了我吃蛋。儿子，这会儿你想想有惊喜了吧？这么大的虚子一定是。班长，还让我说啥？对，留着你吃。你呀、儿媳妇，你留着吧。这婆媳俩加起来是专门克制我老杨的吧？牛肉泡粉是真香，还是婆婆安排的到位？太香了，对吧？盆里的虾壳子更香，就怕你的牙不行。看啥？这一份也不够我吃的，赶紧说完吃点媳妇的。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婆婆每次都有惊喜，相信这回的应该也不差。哎，干啥？挺香的，没过瘾。幸亏我把肉吃完了。跟之前的不一样，是不是你新买的？是啊，这次活动力度可大了，真是的，在这抢。姐妹们，我要不把这个酸辣粉卖爆，真对不起商家给咱这个价格。平时买的是不是都是23.9块六桶？现在再点我这里看看价格，19.9块，到手整整啊9大桶，都是这种啊非油炸的红薯粉做的，一包粉6包料，分量也特别足啊。平时咱们当个宵夜，或者放在办公室里、宿舍里啊，饿的时候泡上一桶啊，都合适。精心推荐酸辣粉，一般没让大家失望过的啊。但是这次给的库存不是很多，怀来才2块多一桶，碰见了就赶紧多囤点啊。我说你行啊，以前都没见过这个价，你多带几钱啊，下回我给小丽他们带点。你啥你啊，怪不得我妈说你不懂事。就你懂事儿。我看看这里放的是啥。如果还轻易喝点什么，我就不行了。